卡了吧？应该不卡了啊！噔噔噔，来一把枣子哥，点点点滚点，再点点点，折磨他。人呢？静好在圣林中。滚过来点，点！哎呀，这防御塔怎么砸这么远啊？那一下不应该砸到的啊！点点滚呀，刚才这个吃个扣不应该。滚点点一点滚点，哦吼！哎呦吼！为什么会给我换掉了呀？这不应该是 X build 吗？这兵线没怎么进塔呀，他还是能吃到几个后排兵的。来，我们往中走一下啊，这波梦魇应该是要打河蟹啊，我们可以尝试干一波。我到了，其实不太用害怕，算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点。点。滚过来点。点。他就塔下站着了。那你就站着吧，真行，这人点滚点点点一滚点疾跑接闪现滚，追吧，你追啊，就硬追。点，哎呦我操！这梦魇有点烦啊。略微有点小亏呀，但还好吧，他现在也就三级，我们还四级呢。挺装啊，在我面前回城，小伙子。哎，我的炮车。赶紧推啊，这波把兵线推过去。点
点点点点点点点滚点。哇，他能被下当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他为啥被下当了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他两个人头，那下当也正常，下当。先来插个眼儿啊，等他。他炮车经验都不吃的人，点点滚点，你像你能打得过我似的。这波呀，这波是操作是真的垃圾，我说实话。大家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好吧？这波我给物资丢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对不起物资，我检讨。我愧对于我以前是辅助过物资的人，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将物资附体。这波我估计梦魇可能要来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哟，把我们家红打了，行。我这梦魇疯了吧？你给我上墙！哼，我将物资附体，你俩疯了吧？这么虐他呀？物资来我身边啊，物资。哼，不愧是辅助个物资的男人，老厉害。赶紧吃一层塔皮，点滚，点，点，2750，我再补两波兵，我们回家啊。这小子18个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游戏给你玩的。
打打打打打打，别怕！点滚点一墙点点点滚，好了。嗯，你想怎么死？一墙算了。呀，叫人是吧？说叫人，我滚！希望他没有点烟，我们送他。靠，他打个大可以接受。牙手叫闪，梦眼叫大啊，可以接受。我下当了。这波他们应该是去峡谷先锋了吧，我去瞅一眼，要不我去瞅一眼啊，没准咱们能拿个双杀。这波我有盾弓，有没有跳弹？哎，没有跳弹很烦呐。我杀了亚索了，点点点点点点滚点点一死，点点滚，点点点点疾跑，点点滚，吹波扣。中路是个 ADC 呀、啊，中路居然是个禁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点点点，有个夹算了，把红打了去，滚走，好定，漂亮啊！我们点着梦眼呀，这怎么木印了呢？来个破呗，这一个小隐身给我干一愣，给我打愣住了。他飞了吗？他不敢飞吧？他飞谁了？啊，鱿鱼死了。我们把红打了去，落手，点点点滚，点点点一点点。这把我们生存环境不会太好，有梦眼，有亚索，晚上还得躲一下火蓝的大招，金克斯还有大，生存环境不会太好，一般般吧。打个蛤蟆，耶，居然有蓝 buff， 上墙点点点点，不打了，点滚，
天，你看这老些人，哎呀我操，人真多呀。我们疾跑跟着落手的疾跑应该是同时好的，这边想杀他其实不是那么很简单啊！滚，点点点点点茶眼，点再点，有破败了就好追人了。三个臭皮匠啊，我估计高地应该不能掉啊，他们应该活了。干嘛？你还跟我打，你有伤害吗兄弟？不会吧，高地掉了。我截一波，我们从后边截一波啊，看看能不能截得住。完了，那卡萨丁没队友，疾跑开，先杀梦眼，点滚点点 E， 这火蓝我受不了啊，点一下两下三下走位，点滚点再点，400块，吹波扣。亚索搁哪？哎，为什么你锁着哥能在这个地方啊？哎，我操！我进不去啊，那没视野了。哎，你来，小龙，我要蓝 buff， 其实没啥用。这个最好是给卡萨丁，但是卡萨丁那个样子吧，我看他好像是不想要。顺便这卡萨丁也好像也不咋地，玩的也一般般。给个红来，还好没给他啊，给我把他杀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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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来，把这点了，把这点了，把这裹着点了。他咋的呀？他你给我打他，点，开大。点点点点再点，100块钱。我打个红啊，别死了。打完红我们来个羊刀。再来个水银就 OK 了。
我不相信他敢飞我。来，往上走，几个人？快快快快快快快过来，快过来支援一手。人有点多呀。这火蓝怎么回事？点滚点一滚点滚点点滚点点点滚点，哎呦！哎，这波能把我打死不应该呀。能打大龙不？我可能得需要一个蓝盾，或者是反甲。嗯，我来点右装吧。蓝盾是80护甲250生命，60护甲350生命。我不来蓝盾，我来个荆棘背心儿。啊，我来个反甲。来团啊，来，能打不？来卡萨丁过来，来卡萨丁，疾跑开起来啊！先把对面的火蓝给杀了，点点点滚点开大招，点一点滚点，刺口死来。能打得死不？这鱿鱼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啊，还行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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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现在连这种100块钱的洛克萨斯之手都能杀人了，你给我打死他！他打不过你，你打的他没有虚区，你就打他，他就是个屁，你赶紧给他打死就完事儿。小龙，来小龙，来小龙，把小龙打了。可以。这波可以打，先杀这火蓝啊！点点滚点点点，哎呦，这他妈这人是真多！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啊！我就发现一个事儿啊。我们让追的人啊，至少能有三个，你知道吧？首先，我只要进到火蓝的身儿，那火蓝指定是干我；然后落手搁旁边，指定也是瞪我；梦魇指定也是飞我们；亚索指定也是看我们。四个人吧，至少得有四个，差不多吧。
这是感觉自己又行了呀，小伙子。不要再揪这个水银能不能解鸡飞这个问题了，行不行？我给他鼠标点上去，你自己看行不行？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，行不行？那讨论多长时间了都？你自己去看去呗。那都给你写上了浮空除外了都，还能不能解？能不能解的呢？有病是吧？挡住了，看不见。这回能看见不？谁老投降啊？像精神病似的。几个人？五个人？那不行，那得撤一手。你往后点，我们守中路。这火蓝的就打我呀！我一看呢，你就大招就甩一个人是吧？啊？你们一直跑，你肯定是跑不过我的，我这不把你们都杀了呀？那火蓝的大招怎么就撇一个人？你不能多撇几个吗？你回回老撇我一个，我这是操了。玩维恩玩的真难受。哎，要死了！我有反甲，没事。把这梦魇给收了，一打五可不行，小伙子。我这水银只能解解减速，要么就解一解那梦魇那个。点点滚点点，你大我，你大我，你可大错人了，小伙子。你要大的那个卡萨丁吧，你可能还能大的死人。点点滚点E。点滚点点点滚点再点，就别跑了，这就近身跟他打吧。他也没啥虚区，跑还中外圈抠。哎呦我操！差个大招，哎呀！你说你们三个人打人家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那进夫怎么的还能让人给杀了呢？打小龙，呀，这梦魇啊！先打梦魇。反甲换蓝盾吧，蓝盾没用，蓝盾还得自己用，我还能贴你脸上呢。攻击力暂时降低 10%， 暴击伤害降低 20%， 持续4秒。
我不换。我们家没有减治疗啊，有那鱿鱼有本鬼书。打个红啊，然后我们中路再团一波。那卡萨丁都16了，都17了，卡萨丁这已经可以无敌了，这都来来来来来来，把对面团灭一波，或者是打大龙，或者是直接推也都可以的，这都是来。直接打着大龙，直接开来。卡萨丁有钉吧？啊，有钉就行。这大龙直接打吧，他们家没视野。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了，这么地儿吧。等 buff 吧。下条风龙，这决一死战吧。来来来来来，金克斯死了，卡萨丁子弹飞了，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。哎呦，给我杀梦眼来。你给我死。这波没大了啊，不能再打了。那亚索有风墙，我们不跟他打，不合适。你就站人脸上狙。哎，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家进是中单的，原来卡萨丁是中单是吗？搁哪出来个卡萨丁呢？走，小龙。来，小龙。鞋不要了，鞋换个叉子。在这儿等，来来来来来，在这儿等，在这儿等，他们指定得过来，100%得过来啊！一下两下滚走，点点。一走，点点点点滚点，这水银开一个，闪现点，滚点点 E A E 点滚点点拿下，游戏结束。那晚豪干哈呢？晚豪啊！
来把碗嚎，来什么碗嚎？